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抽一下大奖加倍，大家要记得哦。看到这个，你最好是画面重新开，然后看到这个图，他说大奖几率加倍的时候再抽，这样才能确保说一定有大奖加倍。好，不说，我们直接为大家介绍这个抽卡的几率。好，那感谢这个瑞谦哦，他给提供的账号啊，抽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一开始就话不多说，直接来一个时间抽，来看一下。正常来讲应该要有吧？哦，三张六，不会吧？是三张？怎么不要？今天不要保底，我帮别人抽哦，帮别人抽，不要保底啊，拜托啊！哎，第一抽就十一手，是不是？哎，第一抽是大奖啊！我跟你讲，大奖加倍一定是十连就会有，就会有大奖，一定就会有。我抽这么多次以来，我的账号都是这样，我抽别人的也是。你们看什么啊？什么保底红？你们最好是给我重新留言哦。你才保底红，你全家都保底红。好，已经两张大奖了、欸。小D，他说他的账号差三大奖跟小D，所以只差一个了、欸。他的账号只差一个最大奖了。呼，这个抽卡几率 unbelievable！ 你看我的，说我保底红的。给我道歉哦！好，这样我单抽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单抽，看有没有机会中一趴大奖。他说他只差一趴大奖啊。谢谢阿红，我就是瑞谦，是不是很爽？是不是？恭喜你！我这是神之手啊！什么保底？这个闹哦！好，我接下来要不要时间抽啊？一抽一抽抽好了，帮他抽完这样。半夜好，半夜好，伯父半夜好。哦，如果说我们现在只差那个变成枯叶的那个特效，就会有机会中大奖。我现在都这个大奖的机率让我有点吓到哎、欸！我都在 YT 直播没有错，我现在没有在其他平台直播。上面有红月亮才有大奖，或者是那个哦，上面有红月亮，我、哦、了解，但这没有哎、欸。嗯。保底红现在开始发威，不会吧？给个机会了，没有。对哦，三把七，我现在已经抽到大概13、14抽那边喽，已经三张马奇，一张西索了、欸。嗯，是不是？哦，可是他没有红月亮哎、欸，这是有大奖吗？他没有红月亮。谢谢，毕业了。哦，我们帮这个瑞奇鼓鼓掌啊！瑞谦啦，不好意思讲错人家名字。哇，你看没有保底就直接给你三大奖，给你直接捞起来了好吗？不要给我闹哎、欸，什么保底红？再看一次，这个叫保底红哈？已经抽齐了好吗？就是这么神，没有错。